厚脸皮的，就是打电话去找茄子蛋说，哎，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创作这首歌，然后一起来唱这首歌？哇，真的就是因为没想到，就是茄子蛋真的是很阿莎里，一句话没问题。张叔，谢谢啊，再来找你啊。谢谢。哦，阿兰再来哈。啊，你唔忙安尼啦，伤过强啊啦，再一回来伤啦。哈哈哈。爱甲准，爱甲准一下吼。好。命带苦。命带苦强，命带苦。心带孤单。哈哈哈。大家来到我的这个阿奇国术馆哦，我代表这个国术馆的师傅来邀请大家来一起来拍这支 MV。那首先呢，在我后面旁边的是我的这个另外的这个写歌的另外一个主角茄子蛋，耶、yeah, ，哇，茄子蛋，厉害，我是阿斌，我是阿德，我是阿任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今天呢非常辛苦的两位我们的最主要的主角哦。一个是阿 Ken 哥，哎，谢谢老师好。那一个是段俊豪，俊豪哥，对，在。我在写这首歌《虾子条瓜虾里瓜娘娘》，我是先把曲写好，然后写好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心里面就知道说，这个歌呢应该要是一首对唱的歌，就是很厚脸皮的，就是打电话去找茄子蛋说。哎，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创作这首歌，然后一起来唱这首歌？哇，真的就是因为没想到，就是茄子蛋真的是很阿莎里，一句话没问题，哦，不是办不到啊，一句话办不到，一句话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歌，然后开始就是茄子蛋开始去写词，然后去编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